接下来是黄埔军校篇，11月9号去的。我跟黄埔军校挺有缘的，它正好100周年。这是它的地铁站，特别漂亮。这是常州地铁站，这附近有黄埔军校的旧址，我想过来参观。我没想到这个地铁站搞得这么豪华，这么好，金碧辉煌。黄埔军校100周年，它是今年吗？它这种旅行车2块，北方都10块，我感觉特别经济实惠，我就坐一下。那边是军校的农工，我先付一下款。它这种旅行。在黄埔军校附近，一边走一边录屏。这我看应该是不要门票，要门票我就不想开了。这手机拍摄得竖屏拍，不能横屏。横屏传到那个网上，它就视频很小。我还以为黄埔军校在上海那边，原来是在广东。前面有四道，随便进，是随便进。要检查你这个行囊，它要保证安全。黄埔军校旧址，这个大门垛应该后面建的，禁止拍照。我先不录屏，他不让拍。进来了，刷身份证进来，外面那个太卡了，用手机预约，卡死了。多少钱？200，四个主题展厅。那不要。这楼看起来挺好，但是它这楼应该很有历史，它是100多年前建的楼。你看山上那个绿化搞得多好，这半山腰种那些大树叶。人还是挺多的，中国经济也挺好的，没有那么差。外国说的中国那经济好像要崩溃一样，实际上之前是5%、7%的年增长，现在也就3%、4%吧，能达3%吧，差不多，就是增长的速度变慢了，没有之前那么好，也不至于说是整个经济要崩溃的。铁一般的纪律，铁一般的担当，铁一般的信念，铁。
铁一般的信仰，四个铁。指挥能打胜仗，这边的绿化特别好。看这边的绿化啊，一会儿我给你看一下。啊？看看。这军事管理局是不让拍照。啊，不知道。我这录屏没拍。亲爱的，刷身份证，亲爱的，外面。他那个人让我把视频删掉，后面我就不拍了。那边是景点，那边不让拍照，军事管理局。看这个墙特别好，是吧？绿又高又有绿化，特别喜欢这墙。这边是景点，你看这个树也特别好看。这边，那边卫生间，这边噪音很大，这是一个军舰吧，特别大啊，前面。啥军机啊？声音真的是太大了。那边儿，这房子是孙中山先生的故居。我二演员呢，今天是福建的。这房子是这个孙中山的故居。这房子是孙这边这个江里有军舰，这应该是珠江，有各种瞅那个船挺大，到军舰那个军舰上面写909，到军舰跟前又特别显得特别小，但是这个909这个什么舰也没有航母那么大。这边这个土这个石阶盖得特别好，盖得特别高，知道没有？这孙中山先生住这个房子挺大的。这台阶我上去看一下。这边这个江里有军舰，这看我走一半，上面是什么孙总理纪念碑，下面看到没有，很高很陡的。总理纪念碑，和平奋斗救中国，怪不得共产党说孙中山好，是吧？他不像那个汪精卫，汪精卫有个旗，他写什么和平反共救国，那共产党肯定烦死汪精卫了。和平反共救国，人家写和平奋斗救中国。上面孙中山的头像，那个雕像在最上面。这边是篆书啊。三民主义与建民国什么？
在下面都看不到那个上面，看不起看不悬那个吊线，得再往下，在台阶下面上看看去。对面就是珠江，这里的风水太好了，啊，这里的风水太好了。完，在对岸再往斜夹走，就那边是珠江新城，还有广州塔，所以这里也是整个广东省风水最好的地方之一。看我走一半，是从上面往下面看，看到没有？孙中山的这个纪念碑很大的，除了这个纪念碑之外，我觉得这周边这几棵大树特别好看，啊，看这几棵大树枝繁叶茂，种在这个半山腰的这个位置，不是种在地面上。百年黄埔正青春啊，今年是100年，1924年建的学校。百年黄埔，它原来叫陆军军官学校，还是繁体字，从右往左写了。现在那个大门朵变了，知道吧？这是原来的这个大门。问题特别好，但是这个学生是不是有点太少了？第十条讨论纲要第十条，革命固然是用力量斗争，但这力量的配合使用发动要怎样什么？第五期第五是政治讨论会题目，怎样做革命？这里边他不让拍照，我就拍这些吧。
人都在拍照，你说进来一次不拍照，这么多人，你们干啥？都管不过来是吧？为什么不拍？好多情侣啊，这也是鲁迅政治课堂，黄埔日刊，革命基础问题，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，就能杀人。受压迫的人开口讲几句就要被杀。一首诗吓不走北洋军阀孙传芳，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。鲁迅在黄埔军校的演讲，革命时代底文学，所有的人都在拍照。你说进来，我去黄埔军校，感受到黄埔军人的精神，非常震撼。我感觉我去黄埔军校半天，比在中国共产党学校待五年、学习五年都有价值。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这黄埔军校就这半天，真的是很有价值。而且我跟黄埔军校很有缘，正好今年是100周年，我都不知道，我来的听别人说的，我才去的黄埔军校，我都不是特意来的。对我很是震撼，而且让我学到很多关于革命、关于组建军队的一些知识，还有那个军队政治的东西。黑人、外国人，旁边那个像新的那个组队来参观，还有那个白人，看到没有？纲要一：少数人对于统治阶级抵暗杀行为是革命行动吗？二：革命行动是否专靠运动土匪或制造武力在统治阶级管辖下起兵？三：军队占领统治阶级抵土地是不是革命行动？四：专凭武力去单独与统治阶级宣战算是革命行动吗？五，做革命的少数人离开了群众要发生什么危险？讨论纲要啊，总共10条。六，我们拿什么是革命一问题中的结论来看，是否要群众来做革命？七，谁来担当唤醒群众、组织群众、训练群众并领导群众去斗争敌任务？八，一个革命政党要怎样才能夺取被统治阶级的群众，才能使被统治阶级的群众跟着他走？九，分别有敌找寻同盟是否是革命中的一个重要工作？他是不是写错别字了？我感觉。十，革命固然是用力量斗争，但这力量的配合使用发动要怎样才能正确适当，不至于浪费了？我这是第五期第五次政治讨论会题目，怎样做革命，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题目。但是我觉得有一些错别字，那个他字写动物，写上动物那个他，是吧？还有那个什么底格什么底，那个底下的底，不是的。讨论纲要一：少数人对于统治阶级。
看这些是革命军人，到这里他那个非常逼真，你就能感受到他们的精神，是吧？他们崇高伟大的精神，什么铁一样的信仰，铁一样的什么纪律，升官发财，情往他处，是吧？贪生怕死，末路四门。黄埔军校，广州时期不同校名。招生简章，徐向杰。我怎么没有看到那个叫做林彪呢？刘志达30多岁就开辟根据地，很厉害的，但是死的也挺蹊跷的，是吧？不能说。亲爱京城，这个是谁呀？这是孙中山还是？应该是孙中山吧。对面也是孙中山。蒋介石被任命为大元帅。1924年5月，孙中山签发任命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的大元帅令，啊，大元帅是那个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校长，实际上大元帅变成蒋介石了。哎呦，看孙中演讲。这个艺术感特别强，看到没有？前面这些人，还有这些石头装饰上，后面是一个屏幕，什么锦棉湖之战啊，这搞得特别好。爱百姓，爱国家，不要命，不要钱。爱百姓，爱国家，不要命，不要钱。满满的正能量。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，是我国培养第一所革命军队干部的学校。
其实黄埔军校好像是苏联帮助援建的，听说共产党跟国民党是苏联，都是苏联扶植的，说难听点就是都是苏联下的崽儿，知道吧？两个党都是苏联下的崽儿，都应该尊称苏联为父，知道吧？这个挺好看的，这是立体的，立体的视频。这也是军装，有的军装挺好的。毛泽东授予叶剑英元帅军衔的命令，1955年，这个是仿制品啊，这个还是仿制品。这个感觉看立体电影，这个，这个太好了，这个像身临其境一样，我做的太好了。我看一下，我手机先不拍了。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，是我。我应该手机全程给他拍的。我跟黄埔军校挺有缘，正好今年是100周年，正好我在这里旅游，都没有想要来看这个黄埔军校，我也不知道他100周年，正好让我赶上，我跟这军校还真有缘。看看那小孩能不能，家长能不能有点素质，你别把那个人家那个大炮的那东西给弄坏了，那火箭炮是吧？我看那小孩你不看着点，说什么不让拍照，那小孩你不看着点，给你的东西给你弄坏了是吧？黄埔英魂永驻，看看那小孩，哎呦，在这上，就在这里边上课，这课桌特别好，比我们学校好多了，上面还有电扇，这天安的吧，那时候能这样吗？还有吊灯，刚才哈，有几个男的，那个情侣，那女朋友都挺好看的。
我走后拿他跟我，跟我的三根布就在我后面，在我旁边。我是他是臭小还是故意跟着我监视我？有一对儿跟了我三四个地方，然后还有一个我就碰到两次。你是不是国家那个什么保安局的干部啊？我怀疑是我又被共产党的特务给监视了。那对情侣啊，我跟我走了三四个屋，我在那看电影，他还坐我旁边看电影。我上那屋趴桌上，我休息一会儿，休息十多分钟，为了我出去他又跟过来了。就有一对情侣啊，开头我还给他拍上，一不小心那女的长得挺好看的，他还不拨弄一下头发，就那女的，一会儿我还要给那两个人拍上。我感觉像共产党特务。孙中山、蒋介石，还有那个人，那是廖仲恺还是谁？不认识。这是军官那个住的寝室，有洗漱的用品，有一个杯，有一个盆儿。都是铁子，衣服白衣服啊，摆得整整齐齐，被子。这对情侣跟了我两次路，但这跟着我不多，有一对跟着我好久，一会儿我会拍一下。我都休息那么久，他还跟着我，出来还跟着我。我走到没有人的地方，那拐角处，他还从我后面穿过来，穿到我前面，你故意的吧？是不是故意跟着我？是军官那个。这对情侣跟了我一路了，我去看电影，他也跟着我；我去好几个屋，他也跟着；去看电影，他也跟着我。情侣就这对情侣跟了我好久，我走到这个拐角这个小路这只有我自己，他还跟过来，从后面走过去，还走到我前面让我拍你啊！跟了我好久了，好几个屋，跟了我超过半个小时了都。我总共在这里待了一个多小时吧，不到俩小时，跟了我差不点一个小时，我感觉，从我见到他们第一次，跟了我一路了。我去看电影，他也跟着我；我去好几个屋，他也跟着我；我去那屋歇一会儿，出来了，他又遇见他们俩了，感觉被跟踪了，我这。我去，刚才去三四个屋，他们一直在后面，一会儿又跟过来了。团队到这个黄埔军校参观，这种穿制服了。刚才还有外国人，那个黑人跟那个好像是俄罗斯人，黑人白人都有。啊，还有那些学生群体。今天周六嘛，放假。啊，我想出去。前面那对情侣跟了我好几个屋，看电影都跟着。我在那歇着。
在那图书馆里歇一会儿，出来他们还过来，不大会儿就把我后面跟着。很多是续停，我还没有去，我先去走一圈。这是黄埔什么歌？国共合作的不朽丰碑。这个女的在这看，长得挺有气质的，但是看起来年龄也不算小了，挺厉害的，就是挺有气质的。我今天是很有价值的一天，让我见识了革命军人的精神，黄埔军校的历史。这是出口啊，让我有进步。这是出口，我要出去的，该看的都差，基本上都看到了。
然后我这个走到地铁站看看这条街怎么样，也不远，然后就回去住宿了。肠多少钱？6块。凉茶呢？10块。行。大狗像狼一样把人咬了怎么办？这是出口，我要出去的，该看的。这是黄埔的。前面那几栋楼盖的特别好，用玻璃盖的，看到没有？我问了，他说是圆拱顶水稻验基地，以袁隆平的名字命名的水稻实验的基地，做实验的。好，黄埔军校就结束了，其他的再录，这录挺长时间了。